大家好，我们今天就是来体验一下我们这一艘新的清洁船。那我们就请到我们这个就是港务分公司对的那个叶大哥来跟我们讲解一下，我们现在的位于的地点是在哪里？那我们现在是位于在我们基隆港东二码头这边，对，东二码头，对对对对。那我们现在的话，这艘船是新引进的，对对，这艘船是我们台湾第二艘引进的，第二艘的类型多功能舰的第二艘。那我们第一艘是在台塑的部分有大型的。哦，台塑部分有大型，那我们这边是小型款的，因为我们港区比较小。那我们是国内商港第一艘。国内商港第一艘。对对对。那通常我们就是这个清洁船，它的作业时间的话是每一天吗？还是不一定？每一天早上八点的时候，我们就会备勤，之后人员开始去作业，去所谓的港区内的一个收取垃圾的工作。那下午的部分大概三点左右之后，我们还再巡视一遍，对，怕有没有漏网之鱼没有捞到，那要再去补强一下。对，好，像我们这艘新引进的话，它是属于全自动的吗？还是要用？其实是大多数的功能都是全自动的，当然没一定还有些东西要靠手动一下去补强一下东西。好，对，了解。那我们等一下就是在麻烦叶大哥，对，就是帮我们演示一下我们这艘对我们新的清洁船，对它的一些作业，哎，没问题，没问题。作业流程，大哥请教一下，那我们就是清洁船哦，它的那个每一天它的作业的那个航线的话，就是刚才从飞鸢广场那边开始，对，就沿着我们东岸的，有没有各位可以看得到？我们东岸码头这边，从本公司这边旅运大楼这边开始巡弋，那开始是做所谓看到岸边如果有垃圾，我们就靠近之后，利用我们的多功能清洁船去收取一些垃圾。是，那之后我们的前方会最后到我们的东二十二那边，之后靠近正滨渔港那边，到我们外港，对，那边的港嘴的部分，我们就开始会准备的回转回来了，之后开始巡弋西岸的部分。是，那这个整个的一趟的流程大概一个半小时至两个小时之间。是，对对对，这是我们每天早上的一个必备工作。那我们这样子的话，这样子通常啊，就是早上跟下午这样一趟的话，大概作业时间大概都多久？早上大概是一个半小时左右，那下午的话，因为是属于补强，早上都没有收到，会时间比较大概是一个小时，是，对对对。那其他的时间就是所谓的备勤，例如说，因为有时候垃圾会藏在所谓的我们的码头底下，是。那如果通报的话，我们就立即出动去清扫，或是外面飘进来，我们都立即清扫。通报是。通报的话，船公司通报还是一般民众？有可能民众不是不一般民众会，一般民众会在飞鸢广场那边，民众很关心飞鸢广场清洁度，哦，对，他会有时候会直接打电话给我们。那我们这边也有监控系统，也有所谓的领航，那个所谓的相关的那个商港从业业者都会跟我们讲。那我们收到讯息，我们就立即出动。垃圾会卡在所谓的我们码头下缘，是之后变得说，哎，就卡在那边啊，有时候它水的位置关系，有时候才飘出来，所以让人家民众观感是那边是很多，而且事实那边也是比较多了。对，大概是这样。那平常在飘，其实垃圾是载浮载沉，它不是全部。如果保特瓶大概是 OK 的飘的，有些垃圾含热水，它沉在水里面半浮半沉，那东西其实在岸中间是不太容易看到的。尤其像是我们比较深一点的，其实除非很靠近。哦，那我们这样平常打捞的话也是。那个浮在上面的，我们其实是两人一组，那我们这边会有助手就会去看，用眼睛去看，看完之后我们清洁船再靠近，传统的时候是靠近用拉，那现在新的话就是靠近吸，用吸的，对对对对，我们大家可以展示给你看，好，拖船，对，引水人在用，那只要船进来，拖把船靠泊，就是他。这边也需要引水人，因为每个港都要引水人。哦，对对对，每个商港都需要，每个商港都有专业的引水人。对对对，因为我是花莲人啊，所以我就是常常就是在那边花莲看到有引水。哦，所以这边也有引水人。有，每个商港都有。哦，每个商港都有引水人。对 对, 對，这是我们就是一般我们这个作业的时候的那个服装。对哦，这个是我们的那个邱大哥，邱大哥介绍一下你们一般的那个作业时的那个。要穿着的服装有哪一些？就是救生衣啊，救生衣，安全扣环啊。哦，这个是安全扣环，扣住、啊，要扣住船舷这边的栏杆，这样子避免就是风浪大的时候或作业的时候掉落到。安全帽、啊，还有安全帽这样子。这样很大的、啊。对的，然后就是雨鞋防滑了，然后手套这样子。作业的话，一般这样子出去的话，大概要多久的时间？就是里面啊，两条船啊，左右。你要一起巡，巡到外港那样一个巡回来啊，那巡回来啊，这样大概通常要多久的时间？不一定啊，看那是多还是少啊。如果少的话，两个小时左右，一个半小时。如果一个半两个，多的时候要三个小时都有可能。都有可能，不一定看那是今天早上已经巡一次了。哎，啊，巡一
是比较少的。哎，啊，像刚才他有讲说，之前就是可能台风来的时候，很多漂流物都跑。都跑进了港口，那不就一天？一天寻不完了、啊。寻不完就一直寻，一直寻，一直寻。做到下班了，明天早上继续。继续，因为你觉得假如说一天没有办法清完嘛，所以就可能那个礼拜就一直清，一直清这样子。一直清，一直清。就直到把垃圾那些都把它清掉为止。到了就一直清，一直清。哦，那你们也是很辛苦呢。啊，没有办法啊，这不维护港内的清洁啊。对啊，那谢谢大哥，嘿、啊，为了我们的海洋，为了我们的港区服务。船长怎么称呼？姓林，双木林，林船长的。林船长，对，林船长，那、啊、你现在就开这个清洁船多久的资历？大概十三年，13、14年。13、14年的资历哦。啊，所以这个港区里面你都了若指掌就对了。一般大概哪边有垃圾，大概都清楚。对对对，啊，所以说我们刚才就是有讲说在哪里比较多垃圾的话，像这边是西33作业区这边吧？这边是21哦。调试机上面有编号，说这个起重机上面它是哦，所以你们都是看起重机这样子。对，码头的划分就是用你看上面码头，它现在20号就前面嘛。对，它这边是21号转角。哦，这边是21号转。23，那看码头的调试机上面就有编号。哎，啊，船长，那我跟你请教一下，啊，通常哪一边比较多垃圾？你们每天这样子？一般是垃圾都在港区。哦，在港区，因为它都会随着洋流的。没有。一般你看那个海上漂的大概都是一般的生活废弃物了。哦，生活废弃物。对，一般都是黄色瓶啊、垃圾袋，哎，还有一些就是那些塑胶袋也是。哦，塑胶袋。市民的哎，市民的垃圾由那个基隆的那个河流冲进海里。哦，田寮啊、畜产那些把它这样子打出来。啊，你这样有遇过就是海漂物比较特殊的，是遇到什么海漂物？那个早期有土石流哦，土石流的话，南投那边土石流，然后一直沿着海岸线一直漂到港区里面，整个海面全部都是木头。木头从那边土石流的漂到港里面哦，漂到港里面。以前土石流的话，这整片整个海域这21整块，大概整片一看去，整个海面就是那个木头。就是海上从那个啊，你这样子清了多久？我那时候委外清业大概一两个月，这么久哦？用夹的，用夹还要那么久哦？对 对, 對。好，现在我们的角落有很多的垃圾，那我们就要把它打捞起来。那这一艘是我们的733，哦，这是旧的清洁船，哦，它现在人工在打捞，因为旧的清洁船它是铁壳身的，哦，所以因为今天风浪比较大，哦，旧的清洁船。它铁壳身的，它不加耐碰撞，所以像这种今天风浪大，岸边的一些漂流物、一些垃圾，就交由我们的733旧的清洁船来负责打捞的工作。大哥，来跟你请教一下，我们现在就是可以看到，现在海面上就是有一些垃圾这样子。对。好，那我们这艘新的就是清洁船的话，那它的那个作业方式大概是怎样？简单讲，我们是利用我们闸门开起来，利用我们的引擎，是把垃圾吸水吸入我们的舱底之后，再带往我们的那个垃圾收集篮里面。好，了解。哦，所以是我们船这样子慢慢开，然后垃圾就会进入到我们这个，它中间这个水道它就会打开嘛。对。现在这边从这边眼睛可以看，我们开始在开，它像港嘴一样。有，它港嘴打开了，有，它前面这个开口打开，开始开口，我们看到前方有垃圾。好，那我们就是收集到一个量之后，对，收集到一个量之后，我们就篮子就举起。
哦，它这个篮子就会打开。对对对对对，类似这种概念。比如说截流网嘛，对不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就不像以往，全部要人力，有没有？再慢慢的丢进来，丢进来。哦，现在所以就变成在自动化了。对对对，就节省人力。对对对，就是对准垃圾吸进来之后，收集到一定量，我们就给它收回去。哦，了解哦，所以它的那个作业方式大概就是这样子。对对对对对。把垃圾就集中在这个截流网这边。对对对对。好，然后一定的垃圾量之后，然后再把它这样子抬起来之后，倒到我们的这个对那个垃圾的那个袋子集中袋里面。集中哦，集中袋里面。对对对。我们这一艘船是多功能齐全的，但第一个功能主要任务一定是收取垃圾。对，那第二个的话，它有所谓的油污回收系统。油污的回收系统。对对对，因为我们传统的清洁船的部分在做油污回收，我们是用人工去用吸油棉抛到海面上。哦，有看过。抛回来。对对，那我们现在只要是海面上发现一定量的浮油的时候，是我们利用这个一样的一个吸那个吸取马达吸水引水倒出来，所以我们里面会有个油水分离槽。我们船舱下面有个油水分离槽，哦，所以它有油水分离槽，对，而且油水分油比较轻嘛，对。之后我们的里面有分量，分离出来的一个储油量大概是一立方公尺的，是储油量。是，那我们之后收集满，我们就可以再抽出来，所以我们也有个防收取回那个浮油的一个功能。哦，了解。对对对，那另外我们这台功能还有所谓的吐气功能，吐气。各位，我们看到就是像我们那个在如果养鱼缸会打气嘛，对对对，我们这台有打气机的功能。打气机为什么要用打气的功能？因为我们这边对不对？我们基隆港这边是有一些淤泥底泥。哦，淤泥。对对对，有时候局部的时候天气热的时候会有些恶臭。哦，了解。有些鱼甚至会浮肚，是，就是溶氧不够。那我们这边会借由打气里面的马达的打气机，有没有？是增加水中的含氧量。哦，增加水中的含氧量。对对对，我们大家可以简单的展示一下。好，那等一下再麻烦他们展示一下。另外，我们这个还有消防的功能。对对，这是发电机嘛，之后泵浦有没有启动泵浦之后抽海水，之后做一个消防或者是清扫岸边的一个部分的一个功能。好，现在水就打上来，我们会接上苗子管，对，先让它里面空气排空。是，对。那我们就苗子，所以就在清洗岸边，哎，这是它的一个功能之一。哦，对，就是可以把水打出来。对，打出来之后清洗岸边，之后救灾，灭火救灾都可以。
喜欢我的影片，请记得订阅、按赞、加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可以收到即时上片通知。您的支持与鼓励是我持续制作影片的动力。大家拜拜。